想结婚了，哎，我就想了，你说咱们这观众反馈这么好啊，演出这么成功，最后说枪老板你来个激烈的，你给我来个拥抱，我太失望了。<笑>就是，哎，你对得起我24小时直播吗？你听听我这嗓子啊，我明明是个 coser， 比你们配音还费嗓子，枪老板嘴厉害，脸皮硬，刚认识。哎，你别着急，一会儿枪老师一下车就给你们来一个更激烈的。真的吗？声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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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声
样的。说就你啊，你对真失望。你今天晚上胆肥了呀？还敢说深深是你的人？哎，哎，你嗓子好了？没有啊，我喝水呢。啊，你多喝点。放心吧。谢谢。小小意思。那个，你之前看过配音剧吗？没有，这是第一次看现场。那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挺震撼的，我到现在我还激动呢。还行吧，那个也没再发挥出来。哎呀，他们就是爱开玩笑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搭理，不然我一出声，他们永远都停不下。累不累？唱歌不累，紧张了呀。之前策划预期是300万人，今晚上直接破2000万了，这完美配音太牛了吧！还不睡啊？差不多该睡了吧？这不得写总结报告吗？反正高兴睡不着，还激动呢。嘿，等我写完了，我们就可以放心玩了。也快回去了。想什么？哭。
困，起太早了。我当时习惯了，早班的时候五六点就要起。导游先生，最后一天咱们去哪儿啊？怎么不介绍了？介绍。今天大家去龙脊梯田，也是大家这次旅行最后一站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情绪不高涨呢？还有点小伤感啊？就是，用不用我给你一瓶羊水，哭一鼻子？那昨天没休息好，不太有精神。这次配音剧反响这么好，下次拉赞助肯定更容易了。你这样，老朱，从我们明天走，你就开始筹划下一次的配音剧，怎么样？说好了？说好了，我答应了。他最难请，他答应了，就是我们完美配音答应了。对，就是。回来。那行。回来了，美了美了。导游先生，你是最棒的。那今天咱们最后去哪儿？是不是得给我们介绍一下了啊？介绍一下。起来吧，来了。各位旅客朋友们，今天是大家最后一站，我们要去国家四 A 级景区龙脊梯田。是飞翔天空，风景优美，气候宜人，绿油油一片，太漂亮了。真的，你们去看一眼。我真的建议你们有闲钱的，在那买个宅子。真的。停！你是哪是让我们什么欣赏龙景梯田？你这分明让我们去买块墓地，是不是？那得买，买！不早说了，就直接买一道，帮我们装上不就完了吗？我拿钱买那么大的。再奔向晴天，梦想守在相遇的起点，触碰之间，向往你眼中的世界，默契是交换视线。小城在高处播，看到吗？民族服饰在那拍照呢，好漂亮，咱们也去租吧。好啊，在哪里啊？我刚来的时候看到了，苗族服、壮族服都有，咱们一人选一套，拍照好看。嗯，好，那你等一下，走，试试。你举高点，我拍好看点。快要回去了，什么感受？感受？忽然想结婚了，算不算？你这大跨步的前进速度，不怕把人吓着？哎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豆姐，好看吧？好看，都认不出来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生生，他们这边结婚穿什么？我没问，你要租吗？我这孤家寡人的，当然是替某人问的。走，带你去那边拍拍照。好。哎，尴尬了，尴尬了，害羞了。不管他们，我们来，咱们拍，来。哎，你过来吧，你过来，一块。你拿着，我拿，我们四个一起。来。哎，你手机给我。啊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一二三。一二三，慢路，这台阶不平均。
慢点，你走后边。为什么要走后边啊？台阶太窄了，万一你脚滑摔下来，我给你挡着，不至于滚下去吧？根本看不到尽头，不知道还要走多久。慢慢来，反正也不赶时间。平时工作太忙了，跟打仗一样。难得不着急，想这样慢慢走。你慢点，基地可滑了。我要是你女朋友，能被你这个慢性子磨死。安全为主，你看你要摔下去，鞋得湿吧，裤子也保不住了。你这身租的衣服还得赔。是是是，方老师说的都对。那你说，咱俩天黑之前还能下山吗？你说你这人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别看你比我年龄大，比我还毛毛躁躁。用得着强调你比我小吗？用得着啊。以后你想骂我的时候，忽然想到我比你小，总该有点恻隐之心吧。我什么时候骂你了？说清楚，我什么时候骂你了？走了，等人了。你不是说我磨叽吗？走着，慢点。哇，好美啊！哎，我拉着你，在你前面，你慢慢走。你俩换来换去干嘛呢？情趣啊？不懂了吧？人家是照顾女朋友，让你修炼一百年你也到不了。枪老师的细心。我问你一句话，能被你数了一百句。别，我生气啊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被他们先倒了。得。我一路护着你都白搭了，我这手一直这么伸着，现在都僵掉了。怎么着，给你揉揉啊，方老师辛苦了啊，方老师。哎，你慢点，小心一点，别摔着，别摔着。哎，底下都是柴火。发现没有，我们这一路来遇到的寨子，底下都是柴房。这里整体还是潮湿的。一楼不适合居住。哎，你们怎么这么慢啊？要不要点喝的？喝吗？不喝，谢谢啊，不喝。休息会儿吧。好。啊。要回去了，舍不得。舍不得什么？啤酒鱼，斑鱼。还是油茶，都舍不得。还有这里的十万青山，你说十万青山是怎么数出来的？连绵不绝，不止十万青山。你做过功课啊？前一阵刚录过一本有声书，里边讲的，说有一个军阀时期的革命将领，就是从桂林出去的。他南征北战，打军阀，抗日，但最后都没能回到这里。这里是他母亲的故乡，他从小长大的地方。他提到过很多次十万青山，还有立交水。那个年代的人，让人佩服。被你说的。好想写一首歌了。现在工作越来越忙，很多录音工作都没工作了。倒是录有声书还一直坚持，可以强迫自己读书。而且，我小时候就喜欢一个人待着，听有声书。后来开始录音了，就觉得读有声书。像是在陪着一个个真实的人。忽然发现，你这种衣服不错。在家里等着人回家的时候，只要听到外边衣服上的响声，就知道家里回来人了，该烧饭了。那如果有一群女孩子路过家门呢？那
我就在你的项链上多挂几个铃铛，和别人都不一样。哎，枪青瓷这一辈子的口才，都用来哄申生曼，这不应该的吗？你们哥俩永远一个怼一个，累不累？你们完美配音，永远一伙人围攻一个枪青瓷，我跟你们比，小巫见大巫了。我默默怼人专业的，你看我从来不招惹他。咱一下午溜得不完，就只能来这一个地方。下午有时间。哎呦，回来了。不来了。哎，他们回来了。保安都不认识。最后一天了。好山好水的，还真让人舍不得。哎呀，要说舍不得呀，我最舍不得，就难得能有这么个活动，把你们这帮大佬凑齐能见到。我们是明天一早的飞机，现在是中午一点。虽然阳光不错，风景宜人，但也没必要这么早告别吧。哎，是啊，配音都不用那么早酝酿情绪。哎，他感情丰富，大家要体谅。戏音乐喽，上情绪了，你看，你们真是我的柔情你们永远不懂。行，我憋回去啊，完了这上车，走上车上车，走走走。愣着干嘛？赖着不走啊？耍赖啊？我告诉你们，这山上啊全是包车，一会儿不走没车了。还是感情太丰富了。现在是中午一点，我们都还没吃饭呢。要是再开两个小时下山再吃的话，那下回真的就没人敢来找你了。吃饭吃饭，我安排饭店的，你就给我期望了。走走走，吃饭。哎呦，谢谢周董。快走走走走，这边这边来，来走这样。周董，周董啊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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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有什么特色啊？哎，你们来，你服务员菜单，来太多天了，该吃的真都吃差不多的。这寨子里竹筒饭最正宗，今天特地带你们来这儿吃竹筒饭。看一下吧，这都是那个火上烧出来的，竹香配着米香，有大米的、糯米的，这菜单上都有啊。什么酸笋碎牛肉的，龙潭油豆腐的，腊肉的，全都有，慢慢看。牛排烤都有啊，都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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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都行，饿了饿了。这个，看哪个菜我们想配一下。来，桂花酒。哎呦，这行，早就该有酒了。竹筒饭，再配上这个，竹笋炒鸡蛋。哎，你看明白了？我跟你说，这个笋有多新鲜啊！刚下过雨，山上刚挖出来的，那个笋新鲜的就没别的地方有，只有这儿有。一入口啊，脆，甜，爽口。哎呀，再炒点鸡蛋。嫩的呀，这比鸡蛋还嫩。这大宋老叔啊，你干脆弄个副业，吃播博主。哎，他们俩正好搭档一下啊，一个做菜博主，一个吃播博主。我没空，我产业太大。哎，我这都平时我秘书做这些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是咱们这个少年情谊，可找不着我。牛起来了，装起来了。你把腰杆挺直了，叔。挺直。再直点。再直点。那不是当初听我直播非要给我送花那位。哎，害羞吧，害羞吧，这是老底儿啊！当时的滤镜太厚了，我就老底儿都出汗了。哎呀，上了！我看看，这样，我竹筒饭的每一样上两个，然后大家吃，好不好？好，等我一下。谢谢，谢谢。你喝这么快了？你能走他的玩笑，他真的是最大的赞助商。他生意做的挺大。进不到了。你不知道，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吃饭，他一来就说那个餐厅有股份，我们都以为是开玩笑，结果后来老板直接来打招呼，我们都傻了。而且他那会儿贼腼腆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对，确实不像是现在。我现在怎么了？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呀，说到就到，这半天就来两个这个。我那会儿能不腼腆吗？那全是大佬。哎，但我告诉你们，这就是网络世界有意思的地方。不管你平时日常生活中什么样，多有钱，长得如何，你想让别人认识你、尊重你，你得有真本事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是朱总会说话。我去干啊！哎，快点啊！乔阳，这有什么好赚的呀？他说这好吃。哎呀，朱总饭，细节，朱总饭，哎呀，这好这好，来来来，烫烫烫烫烫，菜给我，菜给我，菜给我一起上了。
小吃什么转啊？好嘞，我俩一样，你这岁数一样的，一样的，我俩一样。找下场我的。嗯，好好吃啊，我没吃到米的。嗯，你尝尝这个，这是大米。好。大米。也好吃。你尝尝这个。鲜嫩甘甜，回去我要多看几本美食读物，多学点词汇，不然我每次想告诉你有多好吃，都是超好吃太咸。也可以啊。乐啥呢？不是老叔，你以前不挺腼腆的，现在怎么这样了？怎么了？给大家表演一个腼腆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腼腆不起来，我岁数过了。哎，老叔，啊，我敬你一杯。感谢啊，这次辛苦了。哎，肖老板敬我酒，此生无憾。辛苦了。哎呦，干了。哎呀，哦呦，好酒量啊！好酒量，好酒量。再倒一杯。昨天是咱们公演，今天是我们自己的，祝我们自己十周年快乐！来，十周年快乐！你慢点吃。哎，最后一晚上，我给你订了一个别墅套房。良辰美景，阳朔古城，漓江岸边，青山之下，别墅小楼。你这套太俗了。哎，不俗不俗。小沙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老朱知道我们明天要走，订了一间别墅套房，给大家彻夜狂欢。哟。应该的，你自己放弃了。应该的，最后一天了。哎，谢谢，来谢谢。不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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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招一招，一人一招，来两千。这角落挺幽静的啊。这边滚了。哎呦，真气派。怎么样？哇！哎，你们看，哇，江景房。还有院子。哎，这也太好了，这个。哎呀，这地方！哎，你看那边，那个心情都好了，咱们可以玩。哎，这水感觉下去游两圈都行。哇，这茶具也可以，这都特别好的。哎，打麻将吧。行，我去拿麻将。对，有没有人打麻将？哇，先生，我先过去啊。哎，哪儿找的？麻将。一会儿出去走走。去哪儿啊？西街。嗯，好。再去收拾一下。哎呀，哎，哎呦，笑一下，开心点，帅呀！把那个夕阳也拍进去啊！必须拍了，检查一下。哎呀，这山美水美的，真舍不得回去啊！啊，咱们俩搁这开个小饭店咋样？我出去，我不问，我要搞事业。照片不给你了啊！哎。你们俩去哪儿啊？带我俩一块儿。你跟这干嘛去啊？人小情侣约会，你给人开路啊？万一下雨，我给人撑伞不行啊？去哪儿啊？我们想去西街逛逛，你们要没事一起呗。行啊，走。走了。哎，你们想去哪家呀？快点儿！抓住他，抓住他！别动，小猪。哎，爸妈，快快快快！哎，没事，来来来，没事了，站着。我们要不要去帮他们？去去去！哎，这么能跑呢他？快快快快，你后边去，后边去！哎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领我俩不就行了？一块儿啊！我左边，你右边。行行行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！他好像挺喜欢你的。谢谢谢谢，麻烦麻烦了。不客气。不是吧？你这人见人爱的性质，都拓展到动物世界去了。哎，人家是人品，你羡慕不来。哎，我能换个部门不？这生部待不下去了，这小子天天怼我。换呗，
怼你的人更多。是，车震跟方小松俩人，我想想都头疼。手工酥糖，去买点。这次留在工作室的同事家里有事过不来，买点特产回去给他。好啊，我也买一点给家里。我们宿舍还有个女孩，可喜欢听你的广播剧，随便尝。是吗？挺好看的。来，你这个先尝尝。好。嗯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，非常好吃。桂花糕怎么卖？一盒28，一盒里面有20个。拿10袋吧。哎，好嘞。你们也给家里带一些回去吧。咋了？这么慷慨？感谢你们啊，帮生生完成了第一次线下演出，非常圆满，还是千万级别的直播，一起创了记录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们还应该买点东西送给生生曼。嗯，他可是帮我和声的，临阵就急，够意思。你想感谢，以后有的是机会，这一轮得是我先来。别客气了，不客气。走，我去那边看看。那好吃吗？挺好吃。哎，这什么味的？麻椒味的。哦，嗯，这个好吃。再给我来10袋吧。尝尝这个。啊，咱们这个特产，从清朝的时候就有。嗯，这个一定要买。那这个也来10袋吧。哎，好嘞。哇，你吃。嗯。喜欢吃抹茶？这边，来，关着它挺早，是有点早，而且感觉前面都差不多走到头了，是吧？这可以啊。就这里吧，我们感谢生生的地方。嗯，如何？过关否？你这么说，我都不好意思。你别跟他客气，这小子就自己想找地方喝酒，找个借口。我先进去看看位置啊。行，你们喝酒啊，我喝饮料就行。能喝酒吗？嗯，可以尝一点。那少喝点。走，就放这儿吧。嗯，我带瓶饮料。走。你好，菜单。生生，你平时喝酒吗？看一下。说实话，特别感谢你。只有你来，才能解决这个小子。哎，我看你跟生生不像是男女朋友，更像是好朋友。你想相敬如宾，是不是刚开始的时候不太好意思？喝点什么？行，嗯，哎，你好，我们来我们杯这个吧，啊。完美配音越来越好。你慢点喝。哦。嗯。嗯。嗯。来的时候还说只喝饮料不喝酒，结果又喝成这样。嗯嗯。要不要带他去？行，我带他吐一下不？北少，北少上舞台了。嗯。选哪个？唱白马入芦花，走，跟我带你走台哦。自己能行吗？行，没事。来，我慢点。小心点。来，慢点。拉着我啊，走。嗯，这是山楂味的。我发现你酒量不错啊。嗯，我喝多了，大家都看不出来的。现在喝多了吗？现在？嗯。那没有，我喝多了的话。就会好多话，而且心直口快，而且别人都看不出来的，而且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那你现在想说什么？
那天看演出，你想亲我啊？说是就是，我问你，你该回答。确实是山楂味的，闻得出。挺广众的，当然不行。他还好吗？啊，没事，吐了。这样，你被匪少，我买单。不行，不是说我买单吗？我女朋友和我第一次喝酒，怎么能让你买单？下次再说啊。行吧，你小子总有理由。来来来，站好啊。背个包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走，哎呦，来来，把东西拿着，来拿好。那我们往外面先慢慢走啊，好，赶快，好嘞，来，还想再喝点？啊？还想再喝点？没有啊。不是等王可他们回来了吗？他们回来我们就走啊。嗯，对。你们先叫车回去，我要再等会儿。啊，行行，没事，那我们先回去啊。哎，你说你就这一杯半的小酒量，你瞎嘚瑟个什么劲儿啊？这还打不了车，不行爹，我给你唱首歌吧。哎呦，打住打住，这背着你都够丢人的了，别唱了，求你了。你们成雪明月光，白马逐鹿花。哎哎，你这唱归唱，你搂紧点，一会儿掉下去。十八般云卷。王可和匪少为什么还没有回来？已经回去了。啊，回去了。你清醒了。我没有醉啊。刚刚那个山楂味的好好喝，你喝了吗？喝了。啊，王可和匪少他们为什么要先走呀？那他们走了，我们的糖谁拿着？放心。那糖等着。哎，小心。没事吧？不对，应该这样。好。哎，我们走这边吧。啊。悄悄的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。我好看吗？无庸置疑。
南风，上张，你这牌乱三条，哎，碰碰碰！你看两家，你这是帮什么忙？不会玩还不能帮了？哎，谁的？谁？谁啊？开门！快点碰碰！谢谢！谁啊？哎，怎么了？啊，这给揍了？谁给揍了？喝多了，搭把手，快！喝多少啊？快点，先进屋，慢点！哎，别去屋子那边，白床单吐了怎么办？你放沙发，沙发是怎么那么可怕呀？等！头！哎，呀，你说的挺好，个情侣套房，你造成这样，掉下去了。喝多少？没喝多少。哎，莫老师不跟你一起去的吗？哎，他们俩上别墅玩去了。去别墅？上月亮去了，那个你们把土特产一会儿分一下啊，给大伙儿了。哦，对了，给高晓鑫还有盛盛曼他俩留一份。我也有啊。哎呀，你们宿舍女婿给买的。哎，强老师太好。老师就是老师啊，情商一级棒。我看看，你别看，快到啥？今儿打，来，刚才到谁啊？三条打不打？不是你碰不碰？碰，你得三处碰。我从小就弹钢琴，每天要弹4个小时。我哭过，闹过，也离家出走过，可是我爸妈他们就是不妥协。后来我不高兴的时候，随手就能弹出一段，写出一段曲子，就打心底的感谢爸妈。哎，慢点。你想啊，我不学钢琴就没法作曲，嗯，那就不是现在的盛盛曼。我如果不是盛盛曼的话，就不会在网上参加那些社团，更不会去注册自己的语音房间。也不会在那天早上，再去学校的公交车的时候，和跟小庆在语音房间聊天，然后遇见。所以说，归根结底还是要感谢爸妈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天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语音房间里？想知道。我一开始也想知道。想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忽然就闲了几分钟，在网上闲逛。想知道为什么。怎么就这么巧，刚好进了你的语音房间？你不乐意啊？意外之喜。是啊。为什么？注定的。哎，小兄弟，在这儿呢。来了。小兄弟，你要的热茶跟毯子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行，谢谢您。准备这些干什么呀？夜游漓江。什么？我们明天早上有飞机啊。我知道啊。放心，有我在，耽误不了时间的。你忘了那天谁叫你起床的？小心。好，慢一点。穿上救生衣。好了，师傅。哎，好，开船了。哎，不是有发动机吗？小兄弟说，晚上怕太吵，问我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式来撑竹筏。在没有发动机的年代，在这漓江上，我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撑竹筏了。辛苦您了，坐我了啊。福星高照嘛，自从你在我身边，我就一直没有真的，你俩真是。
么？看什么看？人家说我是福星，我又没出老千，看什么？看什么？这点人品你还是有的哈。是啊，做生意的人讲究风水，这公司越开越大，总是个福星。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也做生意的，我怎么不胡？这叫强龙压了地头蛇。哎，有没有水？没有，没有，停水了。你们录音棚的货钱真是越来越差了。小大哥哥，快把快把，都忘了咱的阳寿了。来来来，继续。就给你拿一瓶。舒服啊，嗯，很安静。行了，这儿的水浅，安全，你们慢慢看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你要是困了就直接睡。辛苦了。这几天，桂花茶、桂花酒、桂花糕，吃的我每吃一下。有一声将青梅浸透，有一声将清空吹皱，拂落了无心的春雨。天地微醺在守节时候，谈笑着仿佛已牵手，沉默着香落在晚霞身后，那瞬间海荡荡悠悠，对上眼眸融化无忧。今生没有尽头。